我们来帮助这一位21岁的一个男性患者来解决他的一个顾虑。他是呢，肛周有过降月食药，包皮呢做过初酸白试验，没有发白啊。今天发现包皮上有疑似油体，让我帮他看一下。那我们看一下图片，单纯从图片来进行分析，这个患者呢，包皮是做过环切手术的，它这几个增生物呢，正好在切口这个切缘上面，这个增生物呢，有可能是缝合的过程导致的一个皮坠，不是降月食药的临床表现，所以这不是降月食药，这个患者呢也不要有任何的顾虑。